先前网络上掀起一阵怪异审美风潮，例如锁骨上能放东西才够性感，反手摸的肚脐，或是拿 A4 纸遮住腰才是真正的腰瘦。现在又出现 iPhone 6腿，注意哦，是 iPhone 6，不是 iPhone 6 Plus 哦。现在网络上充斥这样奇怪的照片，追求一个膝盖合拢的宽度不超过 iPhone 6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拿 iPhone 跟腿自拍就可以抽第二支半价之类的活动呢。到底这样的标准是不是真的很美呢？有网友发现，真的有人可以达到所有的标准。噔噔，魔界的咕噜，那深深的锁骨窝，想放什么就能放什么，修长的手臂，反手摸肚脐或是胸部完全不是问题。这么腰瘦的线条，还有些微性感的马甲线，不用说 A4， 可能 A5 都能轻松搞定。最后来看看这修长直腿，相信 iPhone 5都能遮住哦。看完之后只想说，这世界好复杂，好难懂啊。